阿童马上就要擦枪，该怎么办？工厂都是咱们的，那他觉得我们怂不好的，咱们好好的过日子。走一个，走！咱们这种人，迟早会被干掉的。 咱们是哪种人？能活下会应该是最干净的了吧。 高峰，燃烧，烟灰不就是最干净的吗？